非凡医者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陈辉，陈辉，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不让我做手术？当时啊，我特别害怕你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姐。我们医院通常不会安排医生给自己的亲属做手术。不过你的表现完美。嗯，你找我干嘛？你阿姨也为你高兴，特意给你做的早饭。你心放在肚子里啊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我相信你啊，肾源也会有的啊。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找这葫芦娃，你随时找我。王大夫，我早上起来透析有几项数据不太好，您再给看一看。那个胡护士，那行，那王医生你们先聊。还懂数据啊？数据的事儿你就别担心了，数据交给医生，你放心，你数据没问题。有问题我都不答应啊！哎，王大夫，真的有事儿。来，真的有事儿。行，我来看看你这个数值哪有问题。大夫，不能让你干什么？快过节了，你给孩子买点东西。不，还有，帮我那个排便往前提一提。你听我说啊，你情况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已经给你排在前面了，是不是？真不能要。我的情况您是知道啊，我有四个老人需要我照顾啊，我万一得不到肾源，哎呀，你这个病是哪的？给我，你快起来！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我走错屋了，你们慢慢聊。王大夫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上的哪一出啊？你知道这个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吗？啊，这么高档的医院，它装不起毛玻璃吗？它就是为了防我，为了防你们的。哟，早饭没吃啊？没食欲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大哥，我得的是肾病，不是脑癌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喜糖，沾沾喜气儿。喜糖？你小子可以啊！这住住院还不耽误娶媳妇儿。我爸和我妈这不是要复婚吗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呀，你客气啥？来，我再给你加个鸡腿去啊！谢谢了啊，客气了。35床，精神头不错呀。胃口也不错啊。走，下一个。九川也等着肾移植呢，他的配型和35床一样。这个概率确实比较小，但也不是没可能。考你们一下，世界第一例在哪儿？美国。怎么了，陈辉？缝补手术的。走啊。阿姨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阿姨已经紧急调了肾源过来，下午就可以给他做手术了。
陈医生，陈医生来了。你们要出院？啊，陈医生，谢谢你这几天对琪琪的照顾。我们出去说。不要出院。为什么？一定有办法。不要了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受不了了，不要一次一次给我们希望了，行吗？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啊，你们很厉害吗？很厉害吗？我就上不一辈子，我天天都跟他在一起，他从来没有去过游乐场。陈辉医生来跟你道别。姐姐，给你的。你今天没有叫我姐姐。姐姐，给你的。这是医院发的吗？我买的。谢谢陈医生。琪琪，你不是一直想跟陈辉医生合个影吗？我们现在拍一张。来。妈妈，我不想躺着拍。我来。你不会笑吗？这样，向上。哎，怎么不在外面开会啊？嗯，小范围的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下午有一个肾源到位。真的啊？太好。国家器官分配系统决定把这个肾源优先配送给九床。啊？九床和三十五床的分型配对是一样的，这要传出去，我担心他会炸锅啊。他们俩的分型虽然是一样的，那你看这个，九床的交叉配位点要多于三十五床，所以对九床来说更合适一些。主任，站在病人的立场上，您觉得他能听得进去您这些话吗？这不是有你的吗？
那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啊，这个决定它也不是我们做的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这要传出去，那这怎么可能传出去？屋子里边就我们四个人，对吧？啊，年轻我稍微多说两句，嘴上有个把门的，那个不要节外生枝。明白。啊，对了，何总，嗯，一会儿查房的时候你跟白主任一块儿去啊。嗯，放心吧。那我带他们先查房去了。哎，你跟麻醉碰一下这事儿。九床的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是想要我命吗？是想偷我肾吧？跟我说，我自己来啊！小声点，这里是医院。白大夫，你想让我死就直说。我叫保安吧。先不，今天不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大家伙听听啊，我是第一个来这个医院的。对，不管怎么论，我都是第一个换肾。他们现在明目张胆的抢我的肾，大家伙评评理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清楚了，我马上发到网上。你们都嚷嚷什么呀？你们亲眼看见了吗？干啥去？做透析。自己看。竖着看。哎哥，这是不是动不了个透析啊？你他妈跟谁一批的？没有骗你吧？你是尿毒症，他也是尿毒症，大家伙得的都是一个病。他现在马上要去做透析，一刻都不能等。你们拦着他就是在杀人。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？哥，这咱们查不了。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留下来处理。贺彤，把病人带过去。哎呀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哎，那么紧。贺彤，把病人带过去。该散了吧，凑什么热？冷静，冷静，丽香，丽香，冷静下来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我不放心白老师，你对他去做透析。嗯，我这么信任你，我本来就排第一位，为什么来个加三的啊？说。你想让我死是吗？冷静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。你还知道对我不好啊？那你为什么把这个肾给第九床？你们安的什么心？九床他突发紧急状况，昨天晚上差点没有救过来。他现在马上要手术，再不手术就是等死了。我等了大半年，我也是死扛着。你今天不说明白，我就磕死在这儿，立刻马上。你相信我啊。我一定帮你好好安排。我不信了，你今天没跟我交代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先别激动好吧，我先问你句话，到底谁告诉你今天有审判？我先问你一句，我是不是排第一名？啊？你们为什么偷我的肾？激动，先别激动。哎，李翔，你真的假的？李翔，李翔，扶住他的头。李翔，李翔，李翔。护士，向叶婷，护士，快推个车来。好，扶着他头，扶着他头。李翔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护士，叫我开口气。二床昨天新收了一个贲脉癌晚期的患者，先出现上消化道出血。你留医院都几年了？啊？你怎么话都说不利落呀？陈辉急了都比你会表达。大爷，这下麻烦了。三叔说：“立夏也病危了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“啊，嗯，没事儿。你先看着。”“干嘛去？”“阿姨，等会儿，一会儿。”他不能出院。谁啊？嗯，琪琪。啊 ，ICU 那个淋巴瘤晚期的女孩。嗯。患者家属现在决定回家保守治疗，所以我们得尊重人家呀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她的，但是她不能出院，出院会死。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医生，此时此刻你的表现非常的业余，以及非常的幼稚。麻烦你让一下。
求你，有一个重症病人正在等着我，让开。陈辉，他最多只能维持3个月，留院治疗的意义真的不大。我知道你想治好每一个病人这种心情我理解，我以前也这样，可是我们做不到，控制好情绪。李想，别紧张，放松。别看了，回病房吧。李想，回病房。别紧张，李想。关窗。病人现在什么情况？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。十号跟安定进推。安定烧和进推。过来。李想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李想，我们都在，没事儿啊。李想，别紧张。李想。病人之前有别的病史吗？除了肾衰，还有胃部不适。哎。可能是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，原因电光腿，立止血一支，静推止血方酸0.4，止血敏3克，维生素 K 一一支，500毫升盐水，静滴，喉部放松，喉部放松，用鼻子呼吸，小可放松放松，用鼻子呼吸，快放松，必须马上手术。肠系膜出血，备血两个单位，备血两个单位。温生理盐水，他这情况透析意义不大，再不移植的话 ，OPO 只给我们一个肾。通知家属吗？父母在外地。甭说吧。送病房通知家属。来，朕。哎，九床怎么样了？刚做完透析。在这儿等妈妈啊。送你个礼物，这是我自己折的。听说如果有人收到很多很多这种鸟，就会有好运气。伤心的，陈医生还有好多病人要照顾呢啊！可是我都没有和他说再见。等回了家，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他的电话。我们先回去啊，我们还得赶火车呢，好不好？我们走了啊。陈医生，妈妈，陈医生来送我。陈医生，您没必要过来。
这是他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我写了120天的。如果是顺利的话，他可以活过半年。坚持过了这半年，我会继续写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继续研究。你是个好医生。谢谢。做完移植，你就可以喝水了。董彪，董彪，董彪，董彪昏迷，呼叫董彪的广床大夫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主任，只有转董彪，代谢紊乱，透析已经没法矫正了，再不做移植的话，估计撑不了多久。刚才也看见了，35床再不移植也撑不到明天了。肾源到哪儿了？刚才问过了，路上车祸被堵住了，可能还需要2小时。啊？董彪这个情况等得了2个小时吗？我再去催。主任，您终于来了，病人现在生命体征不稳定。你好。主任。肾源已经在路上了，谢谢。保护地球，白雪姐姐一起呀、啊。还有他，保护地球，特伦苏早就行动了。他来自乌兰布和沙漠里的一片绿洲，他的盒子全身都环保。哇，小小盖子也有大大能量。对啊，就像你这么小就立志要保护地球，来和特伦苏一起一路前行。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这个房间不能离人了啊！是，我来。你去找白纯盯一下肾源的事儿啊。好。袁野呢 ？ICU 呢？陈辉呢？陈辉没看着。陈辉医生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在食堂门口看见他了。这一上午去哪儿了？陈辉，这一上午你去哪儿了？陈辉，我在问你话，这一上午你去哪儿了？说话啊！起开！我管自己人，谁都别掺和。所有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就你像街溜子一样。陈辉，院长，咋回事？说话，说话，陈辉。我，你什么？
我在工作。你在哪儿工作？谁给你安排的工作？什么工作？啊，陈辉，你老缠着那小女孩干嘛？啊？刘振威，这是一个外科医生该做的事吗？哎呀，你差不多行了，干嘛呢？不嚷嚷什么？有组织无纪律。最后一句话，陈辉，能好好干就好好干，不能好好干走人。干嘛呢你？你下午还有手术，你知不知道？控制情绪，刘主任，你这何必呢？江远有我呢，放心吧。我劝他，你抓紧吃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你下午还有台手术呢，啊？我知道。方式方法啊，方式方法，啊。陈辉，这回就得说你了啊。不管在任何单位、任何部门，你都不能把自己的领导气成这样啊！没有原因，就是你不对，啊！到那边吃去，离这远点，啊！走啊！陈辉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哎，对，来来来来，你就在这儿吃啊，坐啊。我不用问也知道，你又去找过那个女孩了，对吧？可是术后那部分不是你的工作。我不。看来你还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当然包括你，不能永远活在回忆当中的。每一个人，啊，她明显不是丹丹，她不是姐姐，我知道。那你就回到岗位上。否则你会丢掉这份工作。他有机会活下去，但是没有人给他机会。这个医院的每一位医护啊，都是职业医者。你不要以为天下只有你一个人。没有人关心他。谁说的？每位患者都会得到同样的关心，关键是医生要给予他们同等的关心，这很重要。明白吗？我要你冷静，啊！听我的，你先。陈辉，只要换成是我，您早急了。所以啊，我没把你带好。堵半天了，我这病人都快不行了。大哥，想想办法好吗？怎么了？肾源堵在了人民路上，动也动不了。董彪情况也恶化了，我得马上准备手术室。你把司机电话发给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这儿有医生去接应你。
血压目前80/50，肾源到哪儿了？还在堵着，贺童已经去取了。撑不了太久，准备抢救。我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啊？我没看见你们。我在警车这儿，我自己找。我是彭于晏，快把声明给我。有没有声源接触证明？我没带证明，先把声源给我。没有证明不能给你。来不及了。哎，停了！箱子外面怎么有水汽？什么？你笔芯被破坏了，来不及了，给我。哎哎。Thank you.
是我们的问题吗 ？I'm alive， 没办法。Grace， 你不用着急，马上就会找到合适的肾源，下一个肾呀，一定是你的。盒子？什么？Grace 里有两个盒子。那两块表是我给我爸妈复婚买的。他们的婚礼我肯定赶不上，求你个事儿，万一我挂了，替我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把这两块表送上，就说是我未婚妻行吗？哎，我不会让你白跑的。哎呀，你真想多了，你马上就可以出院了，身体马上就好了。我已经衰竭了，我马上要死，你有药吗？给我个痛快行吗？我不想受罪了，我想活着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我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希望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便会向月亮祈祷。这不科学。真的准，你试试。真的吗？你相信我。那你教教我。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，然后跟着我念。月亮，月亮。帮助我，月亮，月亮，帮助我，帮他好好活下去。月亮，帮助我活下去，一定要帮助他好好活下去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今年还要评副高的，你这手术不能做，你手术没做完，一会儿警察过来了。喂，咱们科从来没有一天送走两个病人，我不希望破这个记录。你撤，你下班了。喂，上吧。哎，35床，准备一肾手术。愣着干嘛呀？快点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先去准备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是那个
OPO 组织吗？我是普云医院的外科医生王凯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。我现在想申请一个加急的手续啊。我们呢是今天拿到一个供体，对对对，今天拿到之后呢，但是因为路上出了点意外，所以当供体到达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晚了。这台手术我不想看见他。陈辉，主任说这台手术你不需要跟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去观察室吗？你还是先下班吧。哦。干活，快点！参与了这台手术，就算是违规了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，血浆两个单位。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，血浆两个单位。手术开始。纱布。
夜深人静，大梦初醒，灯火通明，意气风发，开怀大笑啊，爱的潇洒，潸然泪下吧，阿爸阿妈，美丽的童话，可以信吗？我自问自答，遇见阳光还是习惯悄悄躲起来，迎面而来分不清黑白，你对我说伤疤总会自己好起来。